整个过去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们现在造访燕子口步道，这不是我的新造型，这是特鲁格国家公园提供的安全帽。因为燕子口偶尔会有落石，所以戴安全帽比较安全。燕子口步道的入口停车位很有限，所以我开车到燕子口步道的尾端晋恒公园，这里的路边比较好停车。晋恒公园，晋恒段长殉难碑记。晋恒先生是为新建中横公路而殉职的工程师。晋桥流芳，晋恒桥原名白龙桥，为纪念中横公路修筑期间在这里殉职的晋恒段长而命名。峡谷中的酋长，特鲁格峡谷，这真是世界级的风光。飞燕迎宾，峡谷飞燕。燕子不知何处去，峡谷依旧啸西风。三个洞口。燕子口，
燕子口步道长约 0.5 公里而已啊，世界级的美景。前面是追鹿吊桥，这座吊桥是追鹿古道的入口。利乌溪三月吊桥，现在称部落湾吊桥。追鹿古道收费茶和亭，燕子口步道单程大约20分钟而已。我们现在往回走了。他老婆，他跟他老公，他在燕子口步道轻松好走，连推着轮椅也可以上路。我们现在回到靖垦公园了，燕子口步道，泰鲁格峡谷风光，真是世界级的美景。我们今天的燕子口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东西横贯公路，河流工程处，殉职员工纪念碑。这是Tony的最新著作，全台大型书店及网络书店销售中，欢迎订购，感谢支持。